点了一个起司牛肉可颂，还有经典红茶拿铁。你的恶行恶状都被录下来了。最近每天都待在家里面，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呢，我都是呈现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大素颜，所以我就会常常不小心跑到沙发上或是床上去睡回笼觉。今天我就想说要来化一个淡妆，让自己不要跑回去睡觉，有一种仪式感的感觉。今天用到的粉底呢是兰蔻的零粉感超持久粉底液，相信大家应该对它不陌生，因为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完整的实测影片，然后我自己这一罐已经用到剩下一半了。不确定大家看不看得出来，但是它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因为我手边有超多罐粉底，所以我能把它用到一半，真的代表我超级常用它。我很喜欢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虽然是持久型粉底，但是它在我的脸上非常的水润服帖，像是一些比较容易干的鼻翼还有眼下都不太会卡粉，遮瑕度属于中偏高一点点，而且它是可以层层堆叠的，所以今天如果我想要淡妆的话，我就会上一层，然后想要比较浓一点、比较遮一点的话，我就会叠到两层。就算叠到两层，它在脸上还是非常的轻盈，不太会厚重，很持久，然后不太会有暗沉的问题。重点是在我一些出油的地方，它会呈现很漂亮的奶油肌，而且现在要跟口罩共存，我在用它的情况下出门一整天回来，口罩上面都不太会有严重的沾染，然后脸上的妆也是维持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心中第一名的粉底液，不论是在专柜还是开价。我的色号是 BO02， 它是一个比较偏黄偏暖一点点的颜色，因为我自己的肤色是属于比较偏黄一些的。挤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它是属于那种会流动的质地，然后用手推开，也非常的水润有光泽。我自己的上妆习惯是，我会在手背上面把它推开，然后用沾湿的海绵或是美妆蛋去沾它上脸。如果你是混合肌，然后或是油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用刷具或是干的美妆蛋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混合偏干，你就可以用沾湿的美妆蛋来上它。我现在来上这半边脸给大家看。我现在这一半边脸呢是薄薄的上了一层的妆感，我通常日常就会上这样子一层就够了，给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差异。我觉得可以看到明显的肤色有被均匀了，这边有一些红红一块一块，然后色素沉淀啊，一些肤色不均的问题，然后这一边的肤色就比较均匀。我鼻子这边刚好是前几天长了一个粉刺，然后把它挤掉，所以这边我就不额外叠加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如说黑眼圈啊，或是鼻翼一些小痘痘上面叠加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今天就是想要画一个日常的淡妆，所以我就这样子薄薄的上一层，接下来我再把这半边的脸也补上。这罐粉底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像是它是靠光遮瑕，就是利用光线的折射校正肤色的不均，隐藏一些肌肤上的瑕疵，然后还有智慧油水平衡科技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在干燥的地方补水，出油的地方吸油，让妆感保持平衡。我现在全脸都已经薄薄的上了一层粉底，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妆感。我觉得它整体就是呈现一个唯物的感觉，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在一些细节处，给大家看这边好了，因为这边有一个小粉刺比较不准。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在我的鼻翼还有眼下的地方都非常的服帖，这两个地方是我平常会最担心的地方，因为如果太干的话就很容易卡粉，或是这边的妆感不好。但是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服帖。不论是它现在在我脸上这个唯物的妆感，或者是它在我脸上这种轻盈的感觉，都是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其实你不上蜜粉，它就不太会粘头发了。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上妆习惯，我还是习惯全脸用蜜粉定妆，所以我现在要去把我的蜜粉跟眉毛补齐。我刚下午拿早餐的时候，有收到一个包裹，给大家看一下，是 Mini Matters 的。
因为他们寄给我这次要上新的衣服，我就挑了一个黑色的五分裤，就想说现在刚好要出门可以穿一下。非常的期待这条。他在干嘛？今天不要停到化妆品。哇，疯掉！好，这条就是一个前面是扣子，然后后面是松紧的五分裤，我等一下就要穿这个出门。欸，感觉材质很棒欸，有点像是西装裤的材质。我还挑了另外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灰蓝色的西装长裤，长这个样子，然后它前面是有这样绑带设计的长裤。最后一个是一个超可爱的化妆包，给大家看一下，是小花的，这是透明的，超级可爱。这是一个可以拿来放你的盥洗用品的一个透明的小拉链袋，其实我觉得它容量还蛮大的欸，它是这样子方形的，超可爱的。好，我等一下就直接穿这个短裤出门。我们要去一趟超市，给大家看一下我包包里面会装什么东西。一定要有一个酒精湿纸巾，然后还会有这种比较小一点的拿来擦手机的酒精棉片，跟我们最近都会戴眼镜这个护目镜。一开始我妈买的时候，我们还想说太夸张了吧，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然后现在就派上用场。还有一定要戴的就是口罩。我们要去附近的超市买一些晚上要煮的食材，我已经打在备忘录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想要来做巴斯克蛋糕，然后晚上想要煮部队锅，其他就是一些零食啊等等的东西。好了，拿钱了吗？走吧。带身份证啊？对，好像要带身份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我超级喜欢的，它有垂坠感。好了，我们要出发了。你没戴眼镜啊？就戴不下。我妹她有戴眼真正的眼镜。对，她有戴真正的眼镜。嗨，安全。差不多都买齐了。酒精味太强了。那个。好的，我们现在要回家了。我们还是要坐车上，然后超脏的，算了。对，我原本想说要不要在车上开箱我们买了什么东西，但后来觉得太脏了，还是回去先喷个酒精，再给你们看好了。嗨嗨。不要紧张，是我，各位，我们已经到家了。然后我要洗手之前呢，我想要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口罩。哒哒，我们刚大概出去半小时，然后就一直闷着，我的妆也维持得很好，稍微有一个压痕，但是底妆都维持得很好，口罩上面也几乎完全没有沾染到粉底。好，现在我赶快去洗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高筋面粉跟低筋面粉。
上次我们要去的时候都买不到面粉，这次终于买到了，然后还买了椰子水，我自己想喝的而已，跟午餐肉，晚上部队锅要用到的，还有早上可以吃的希腊优格，跟两个泡菜，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泡菜，所以就挑了这个辣的。我妹挑了一个白菜切块的泡菜，她一直吵着想要喝酸辣汤，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康宝的酸辣汤跟年糕。我们特别挑的这个看起来就是 local， 对，忘记要讲什么，跟 cream cheese，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做那个一时忘记名字巴斯克蛋糕，对。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这个啊，鲜奶油是吗？对，鲜奶油。我们刚刚已经都用酒精擦过这些东西的表面了，然后现在要来先做巴斯克蛋糕。Yeah， 我们来先备个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甜点老师。我好丑，他在旁边一直指导我怎么做，因为他说这个太简单了，他不愿意亲自动手。我才没有。这样够吗？135 135，接到就好。100很多。哇哦！35。我讲了三次，你再回。他说135讲了三次，我一直以为15。好了。哇哦！哇哦！很好。我真会倒。很少。老师亲自下水，小心啊！拿到衣服了，来捞掉一点，不，225哦，我记成250。我讲几次，而且我刚才自己念说，鲜奶油225，然后250。好的，柠檬汁，好，柠檬汁多少？10克，10哦，不要再忘记了。这样可以挤出10克，十是不是？对，到一都没有，是不是要一整颗？十是完全，这一都没有，我觉得2颗哎。我先挤挤看，只是啊，六了，这一颗应该刚好够。老师说备料完成，对，要把烤模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你说把纸放在上面，纸，然后都比这个模大一点，然后全部压下去。好的，大家听到了吗？要诚心这样子哦，说把它放到热一点的地方，不是？老师这样对吗？你要摆多久？这个灯真的很热。那你应该用那个啊，那个好像比较热。我们家那个灯。好像可以了。够软了。你看，这样子。真的可以了！哇 ，life hack。糗到爆！我跟你们说，我超级像在那种外面 DIY， 就老师都帮你准备好材料，然后只需要丢进去，然后乱打一通。我塞这个滴滴，好赞哦！谢谢老师。为什么把一直把你丢？
你真的很像那种店里面的老师。有点不可以。墙壁上的人都别想给我放过。又被接手了。哦，原来是个速度好老师，我知道了。在烤蛋糕的同时呢，我们要来玩 Just Dance， 然后我现在把那个沙发往后推一点，这样我们才有空间。对，它是分开的，这样做哎。你可以一个人做那个沙发，那我嘴太臭了。来吧。我并不想跟热舞社的人比赛，我想说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拥有的游戏片。首先呢，就是这个《马里奥派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小小的游戏，但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来家里玩的时候，你才会想要玩。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我前阵子非常喜欢的《动物森友会》，但它你买一个光碟，你好像就只能一个人玩，对，就只有一个岛就对了。然后还有《Overcook》，这也超好玩，我每次玩都吵架。就是我们会这边讨论说谁做哪些事，然后谁做哪些事，然后就讨论超级久，就超好玩的。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般的马里奥，可是这个我好像没有到很喜欢的，就是它会一直跳来跳去，要撞那个蘑菇，哎，不要被蘑菇撞到。对，反正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马里奥的游戏。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要玩的，我买的是2021的武力全开，然后我们还要买一个这个小小的收纳的盒子。原本有一个黑色被君瑞咬坏了，所以我们又去买了一个透明的。好的，游戏片在里面了吗？对。好，我们要来玩了，来运动一下。大家也都没动。我们两个都当伴舞。哎、欸、呀，什么什么什么？说说说的，好像。哇！哇！这是什么？现在休息一下，再找第二首。太热了，这个要吗？是情侣版，要不要这个？这很可爱哎，要不要？这好难啊！好，我们跳这个。我们要跳个情侣版的。哎，再一起转切，我们可以吗？可以。啊，跳起！好，跳这个，跳这个。这一定很好笑，我要把鞋子脱了。哎呦！太难了吧！什么意思？
下，我现在已经全身都是汗了，给你们看一下，我已经出汗了。然后想说用卫生纸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粉底液，好热啊！你们看，完全没有沾染。我刚汗真的流超多的，刘海也是，稍微沾给你们看一下。整张卫生纸都是白的，完全没有沾到粉底。它持妆度真的很好，因为我们现在超级热，我们现在没有开冷气，然后跳了大概三四首，而且我们还在那边跳双人舞，他还把我举起来，大家知道我们有多热吗？他的腰断了，啊，好累哦。底妆还是维持的非常的好，很赞，都没有脱妆，你看鼻翼。他没有上粉底，不要理他。哇，太可怕了吧！我们先要休息一下。我们的蛋糕好了没啊？我是不想再跳了，好热。而且我们刚刚回放看我们那个跳舞的样子，超好笑。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蛋糕怎么样了。它真的放凉中间就会消下去，好像很好吃哎。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可以看上色的样子啊，看要不要加时间。有些人会烤到那种很黑的焦，就它上面就会有一个焦糖的味道。哦，所以我们要烤吗？看你，好像要哦。不要，我觉得可以这样就好。有人就是懒。好的，然后他说等一下会消下去。对，他在慢慢消了。我们现在等我们的蛋糕陷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等一下还要来煮晚餐。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我把那个弄断，他把包装用断。我们要做一个超级懒人的，就只要把辛拉面的粉还有它的面丢进去，然后加泡菜这个辣酱。我买的这个好像是有比较辣的，它写地狱辣椒，然后还有年糕，年糕已经下去煮了，跟午餐肉，我妹正在开，因为她把包装用坏掉。基本上就把所有的东西丢下去就搞定了，完成。这个超级深的，好可怕！外面是辣酱啊，不是血。给大家看我前几天买的锅子，真的是马上派上用场，而且我还买了汤匙跟筷子哦。这边还有我们那天点的龟剂，然后通常都会多点一杯饮料，冰在冰箱里面。我刚已经尝过了，真的很辣。后面很辣，后面很辣，所以应该吃很多会很辣。我们还要煮白饭，以免我们等下吃不饱。我觉得这个辣酱真的比原本的好吃。我们汤真的煮得很好。对啊，汤是很像真的。超好喝。什么叫很像真的？还不是靠辛拉面。试试看你。一定要吃面，超入味。年糕超刚好的。真的假的？嗯。我每次煮年糕，年糕都超像一块塑胶。这次算是成功。大成功。辣到流鼻涕呀！好辣！我现在刚吃饱，然后我真的是吃不太下起司蛋糕，所以就想说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零粉感超持久粉底液今天的表现如何。我今天在戴口罩，然后跳 Just Dance 流汗，以及刚刚煮了很辣的部队锅吃一吃，被辣到整个嘴巴还有鼻子都红掉的情况下，它还维持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它算是蛮抗油跟抗汗的，我自己是属于那种不太会大爆汗的人，所以大家前面看到我跳完舞之后流的那个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的汗不太容易滴下来，它顶多就是在人中这边，不然就是鼻翼的附近。但是它经过流汗啊，还有我擦拭，它都完全没有沾到卫生纸上面，这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而且运动流汗完之后，我觉得那光泽反而更漂亮哎，就是一开始是微雾感，但是流汗啊，还有出油之后，反而变成一个奶油肌的感觉。
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在鼻翼啊，还有眼下的地方也完全没有卡粉。鼻子前面这边稍微有一点点掉，是因为我刚刚在吃那个部队锅的时候实在太辣了，我就一直擦鼻子。但是侧边都完全没有掉，整体维持度我觉得大概有八成。不论是日常或者是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我都会选择使用它。就是为什么它是我的第一名粉底。现在虽然不能出门靠柜，但是兰蔻超级贴心，他们有一个线上选色的服务，你可以照着步骤做，就可以选到适合自己肤质的粉底。而且假如你真的买错了，你还可以免费换色一次。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购买两样底妆产品，其中一个必须是兰蔻的这个零粉感超持久粉底液，就送你口罩不脱妆应援瓶，里面有包含粉底刷、蜜粉刷、眼影刷，还有奶茶色口罩。线上选色的服务以及优惠资讯呢，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大家可以再点开查看。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卸妆的卸妆巾，上面有很多粉底，代表它都没有掉。你们看，它擦下去了，现在还是有点烫。各位你们看，超可爱的。来试试看，好吃哎，好好吃哦，好好吃，天哪，大成功，我直接三口吃完，还有一个焦焦的味道，超好吃的。我必须说今天的料理都非常的成功哎，算是圆满的一天，讲什么东西？好的，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我等一下跟妹妹差不多就是要去躺在床上滑手机、看 YouTube， 然后睡觉了。大家晚安，拜拜，拜拜。